一会到下去看看，这两天大风浪风雪，看看这么多的花蛤，这么多的花蛤，看看这都是花蛤，都是被风浪吹上来的，这些都是花蛤，风浪吹上来的啊。看看这个象拔蚌也死掉了，这些都是花蛤，看看，哎呀，然后我们一会到那边，到下面去挖象拔蚌，看看有没有啊？来看看，海水冲上来了一条黄花鱼啊，哇、哦，还是活的，有没有见过的老铁啊？金黄金黄的，活的黄花鱼啊，看看，这个是纯野生的活的黄花鱼啊，哇、哦，这个特别的鲜美，做汤，烧汤、红烧、清蒸，特别的鲜美。好了好了，我们把它收了啊，还在退潮啊。哎，看看啊，一条活的鲈鱼啊，海鲈鱼啊，被海浪给卷上来的海鲈鱼啊，我们把它收了。哇，这个鲈鱼清蒸一下，不要太好吃啊。我们把它收了啊，收了。快看啊，发现了一个沙葵啊，沙滩上的大海葵，哇，还在吃小白虾，哇，这个东西非常补啊，我们这边做汤解救了你这个小虾啊，我们这边做汤爆炒都非常好吃啊，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的美容院啊，哇，收了啊，这个一定要收了，今天晚上做一个海葵汤。